千笔道独家获悉 ，O2O 医疗就医陪诊服务平台小区好护士获得紫渊管理咨询投资。这家公司主要提供就医陪诊咨询与服务的网上生活平台和基于 O2O 模式的医疗就医陪诊服务。从小区好护士工商信息中看到，这家公司在2018年4月4日增加一名股东及上海紫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。图片来源于企查查，上海市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，成立于2015年12月，是趣医网旗下全资子公司。公司业务主要依托于公立医院的护士，以手机 APP 的方式提供基于 O2O 模式的医疗就医陪诊服务。的患者及家属可通过小区好护士 APP 线上下单，由专业护士接单，并提供诊前咨询提醒，预约换号排队，院内取号排队，就诊陪护取药，诊后记录等服务。图片来源于官网截图，编辑小青柠铅笔道，头条号签约记者。